人人都要觉醒啊！现在啊，在加沙的地方，疫情呢，普遍90%呢，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哈，他们很担心，到2020年呐、啊，都会整个干枯掉了啦，因为他们把深层的水啊，就已经老早总是呢，从很深层的水一直搓啊，搓到地表面来哦啊，一直到现在呀、啊，已经呢水脉都干枯掉了，目前呢、啊、已经呢。海水潜入了他们的地层，很深层的里面呐、啊，所以已经呢没有安全的饮用水。看来人假如不觉醒呐、啊，都以为呢土地啦。地下深层呢的资源很丰富，就如我们现在的人呐、啊，不只是地下水冲，连石油呢都是很尽情的抽取呀、啊，尽情的挥毫。尽情的享受，尽情的制造、丢弃、垃圾，很多，这都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惜福、疼惜物命哈、啊。可要知道，未来呢，真的吃到了。苦果的还是呢，年轻一代的人将来呢也会就是缺乏的是未来的人类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呢，年轻人也要好好的反省哦，我们也要很重视缺水问题，还有呢石油。我们日常生活应该都要很珍惜，而且要很惜福，要知福，更要多造福哦。的确要造福。去年呐、啊，台东的台风啊，的确受损很大。台马里啦，台东的哈香南村的，我们呢都已经一一呢去帮他们恢复过来了啦。那也很感恩全省的慈济人的投入，更感恩呢宜兰地区的慈诚菩萨、韦严菩萨、细锅瓦为细干哈。那就是为太麻里复建呐、啊，就去改修理搞哈，按四个月会完全结束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部落呢，那叫做爱国埔的部落哈，有48户哈，那为他们呢在重建。那政府已经拨出了一块我们认为说安全的，那当地的居民、啊、也是很感恩、哦、期待动土了以后呢，在中秋节之前、啊、能让他们呢迁住到他们的新房屋里去，这是我们现在在进行中的，这就是爱，
爱的能量呢汇合起来啊，粒米成箩，滴水成河，爱的能量汇合起来，就可以帮助呢这样的有困难的受了灾难呢，我们就很快几个月后呢，他就可以有安全的房屋，永久的安身立命哈。他可以耐地震啊，八级，可以耐台风17级以上，这都是很牢固的建筑物啦。这都是呢爱的能量在付出。天地之间啊，这么多的灾难，泰国呢最近的洪水频传，又有了这样的洪水。泰国的慈济人哦，号召呢的他们的这个就近的人呐、啊，大家呢来协助哈、哦，让他们的这样的灾祸能这样可以呢度过灾难期，真的呢是还要号召更多人远近。爱的能量呢，汇合起来才有办法哦。这我们都是呢用心啊，大家尽心力哦。哦那当然啦、啊，这都是慈济人呐、啊，用很有爱的心去付出，温情满人间，一地方也有啊。啊，看到了昨天。我们在精舍里啊，每一年的，就是12月农历呢23哈、哦，那我们本来每个月是24，可是到了12月是提前一天，所以23日哈、哦，那给他们围炉啦，那也是真的很像。很像过年，啊，每一道拢有炉哈。那我们的感恩父啊，很开心的，我走过了他们的面前哈，大家都很开心哦。那一家一家来团圆哦，啊，都很澎湃哈。那还有呢，也有社区的。长者啊，也来献他们的才艺啊，也有音乐的哈、哦，古乐啊，也有现代的啊，等等哈、哦，那啊也有呢，小小年龄的哈、哦，真的很可爱啦，也是呢，热闹滚滚哈、哦，跟他长女有150多桌哈、哦，啊是很感动啊。大寮的前前后后啊，就老热烈啦，真是很有过年的味道哈、哦。不只是在花莲，其实呢是全省这一段时间都看到他们呢，到处都在办围炉啦。我们的家庭呢真大，也不只是台湾，还有呢。全球哈，好几个国家啦，都一样哦。这都是呢，用爱启动起来啦。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联谊节哈，节的这种的气氛，真正真欢喜，很感动啦，好吧。感动的事真的多啦，温馨的故事也多，说不尽哈、哦。不过最重要，我们大家呢还是要提高警觉。现在的大地呢，需要大家呢啊用爱来疼惜它，那不要浪费。吃的呢要尽量淡，而且呢要舒适。这茹素呢，不是为宗教茹素，
是为疼惜大地，也为呢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哦，这都是呢环保，体内环保啊，大地环保啊，让我们的空气呢这个能很清新，才不让地球呢这个再热度升高。这都是人人呐、有责任要疼惜的，这是很重要，请大家要多用心哦。